香港年度汉字评选201620号呢就会截止投票啦。对于我来讲呢，简直有两个方向。第一个就是对于未来的憧憬。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过去一年的评价。所以今日呢我揀咗个理字。对未来呢，当然我哋希望香港能够以理为香港市民服务，将真理战胜歪理。但是呢讲返过去呢，这个亦都好合适嘅。就是立法会里面呢有好多人呢知道道理，但是又蛮得讲理。有好多人呢成日讲道理嘅，但偏偏呢就好少能够俾市民听得到。所以我希望呢今次能够支持我何俊贤揀嘅呢一个理字作为2016年嘅年度汉字。我就会投票俾个智字。聪明醒目固然是智，不过我就认为大智若愚，能够审时度势而行的大智慧才是真正的智。杨修之死相信大家都听过，三国时期杨修聪明绝顶，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最终更加招致杀身之祸。2016年的香港可以说多事之秋，立法会的开局也都证明了只是热衷表现自己，凡事计算到最尽，只会令到社会越加撕裂，大家各走偏激。所以我希望经历过风雨之后的香港，大家会有智，以大智慧来一起在未来的2017年开拓一条新的道路。我是揀了一个乱字。过去这段时间呢，香港都发生很多问题，有占中之后呢，跟着旺角的暴乱呢，以及立法会换届之后呢，有一批泛民朋友呢是入了来，他们的作为呢令到立法会的工作呢是非常之混乱。我揀这个乱字呢，我希望乱之后我们能够稳定发展。